然后哦，两颗。你押票了？我押票了。我还没吃饭，突然想到，我剩一张票啊，就是今天领的票啊。我来拿天领了。再吃个幸运树。好奇。守护毛城。哎、欸，那个毛城可爱，我买了，还有武器动作。猫我也买了。对，还补的。哎、欸，还有毛武器动作。有啊。就是武器可以插在地上摆 pose 还是怎样的、啊？哦，那个举枪的那个动作、啊、超帅、欸，每个武器都有一个。我之前看人家买用过，超帅的，而且才130块，有个便宜。买给我。他序列太小。买了，我刚去看别的时候看到你有买。嗯、那你帮我买给我。对，你都买了还买给你一傻小，就给130块就对了、啊，我就当做是你买给我。我不要。哎，我看到毛吉先买就没有钱买那一个。干对啊，毛吉怎么没有整合包啊？对啊，我原本想买整合包，我看了一下没有。看，干真会赚钱呢、欸，真的是。哎，这个、就是。那、啊、你 iPhone 怎么没有买另外一件？太阳那个吗？外星人的吗？哎呀、啊，不行，我觉得中国风都比较尬意。中国风的也很好看，可是我暂时没了，所以下一次。对，扣打。下一次再一起买。你们看这个吊饰。我喜欢他的那个面板。跟变装备。而且那个毛子背后有一个爱心呢、欸，好可爱、喔。残爪龙头，他的头，他事物是不是也都要一个一个选呢、啊？对啊，哇，啊，选好一次你储存之后就不会变了，多久啦？除非你有更改、啊，没有，就是要存装备这样不是吗？是啊，对啊，对啊，啊可是换下一套装备的话，就是又不见了。就只能再存一次啊！是啊，没办法，他就是这么麻烦。更变装备，没人怕嘞。好了，走吧。你得怕嘞。干，我真的头痛到快不行了。那你还玩？你不会去休息哦、喔？我赚钱哦、喔，赚钱哦、喔！哇，他嗨，他除了我光中开，他其他的属性都是叉叉叉叉，除了雷。那我看到一个不太好的姿势，我完了。啊？等下回来进集会所再用给你们看，有够。有够变态的！哎呦，来讲，来了三颗天灵的，费德提克，费德提克，三颗天灵，提克。我想做一把那个重，好像差了，最后是超，最后阶段差谁哦？我的。你说玉雷的吗？哎，现在是问安安拦截环节，不拦截。那个、啊、简嘉诚安安，巨魔力战烤窑的玉雷。哎，简嘉诚安安，空原安安，恒原安安，怡真安安。哎，怡真，你昨天在观台后还打安安，我看到。钟雨婷安安，赖如生安安，赖如生该不是那个猫之翼吧？林佳琪安安，飞翔安安，北面安安，蔡依蕾安安，蔡云轩安安，林子龙安安，牛奶安安，悠悠安安，莫依安安，凯欣安安。好，我完了。26场，还行，这个才8场。
在还没超过上限之前都还行。那个宝玉刷了16场也是快疯了，好像也是跟繁星刷的。刷什么宝玉？之前刷阎王宝玉啊，刷了16场才刷到一颗。好像是哦。是怎样？完了，武汉，你给我离开！哦，对，懒懒，拍谁？不是，我现在头痛哦。哎、欸，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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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会不会丢在这里？啊，没有哎、欸。好小团体，知道谁是再犯了？再犯，我没有不断忘记开船了。好啊，不要支，不要支，不要支，我快过去了，我快过去了。不要抢他传染给你。啊，他肺炎哦。你靠背啊！我来撞了，别闹啊！肺炎哪会打喷嚏？哎、啊，靠！肺炎不会打喷嚏哦。肺炎是咳嗽啊。可能吸到胡椒之类的啊。危险危险！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那就普通的吸胡椒就好了。西湖醋鱼，龙井虾仁。龙井虾仁，碎啦！出现啦！啊，还干嘛了？我跳墙。啊，撞嘞！我去那个广告那个谁啊？这很可怜，雪兔吗？对。可是他就红了啊。对啊。有好有坏啊。这样。啊！我的防御力怎么那么低？等一下。我有帮你吃呢。哎、欸，好，没事，我知道原因了。哎、欸。我刚在采集装出去采毒种，所以我的手撕护食那全部都是空的。我现在只有一大回复药2罐没了。你还不走、哦？身上只有大回复药2罐。你还不走、哦？不走！天哪！不要尾巴！你还不走、哦？长枪哎，我能走。啊，什么东西？长枪啊！什么东西？长枪啊！什么东西？关我什么事？我们那我跟跳高同时跌倒。我极度怀疑是长枪惹的，那不是我、啊，我刚没在你们旁边嘞、欸，你老师嘞、欸，哈哈哈哈哈，被撞，哎呦，还还还，哎呦，不要再骗我了。好久没有捡什么东西都可以捡起来的感觉，真爽。什么意思？平常捡东西，他就跟你讲说背包满了，是不是要把东西丢掉？哦，你还有在捡东西的哦。好久没捡东西了哦。有啊，还是会捡东西。好了。物资很足哦。很足啊，因为以前就是东捡西捡啊。啊，不是不走，啊啊，他走了，我不走，好像对不起他、啊。快逃啊！恐暴龙要来啦！走了，富强好像没有打消哦。哎、欸，有啊，在那个汤的附近有打消，帮我帮你消啊！你跟我讲，你喊一声，我就帮你消。哦，好，我现在没了。啊！我不用，不用，好，我帮你看了。
帮你咳咳一声之类的，那咳咳香一点。那你可能要吃好几次。没关系，我有满、欸、我有满足感、哎。还可以撞哦。是啊，我可以。哎，不见了。是你。我。完蛋，又生气了。跟我干我爸。哦。嗯，他只是小气而已。飞的提克。哎。飞的提克。其实食物语的厂商也来找我啊，只是我真的没有空。对啊。你说工商吗？而且对啊，喵哈也有，但喵哈的那个工商内容好像是要画那个图文。哎呀。但是我。现在就没有空画图，所以没有办法接。他大可以被断、啊。我也很想断、啊。你就拿着尖锐石就好了。轻松简单。我的第二十抽是抽到那个啦，北京烤鸭，还叫什么？反正什么烤鸭的，忘了。血鸭。啊，宝贝。哎呦！啊，五十。他一次吃两个人。这么贪心。贪心太营养。我就他，人生伤心太平凉。这头是不是还没爆？爆一个了吧？哎呦！我要断一根。哦。拿个足迹。虫虫你好棒，虫虫你好棒，果然要夸奖。哎，左边怎么没有喊？喊什么？喊说你中，你要打消。哎，我被电下来，靠腰。我们还有左边，哎、欸，靠，中道，啊，好吧，来不及，没事，我们要用鼓励代替，突然忘记那怎么念，代替什么？哎、欸，哎，白白的。那我的赛嘞，好了没？够了没？看起来没有。好了，一直被断，你丢很爽哦，好爽的。哎、欸，恐怖来了，快跑！哦。看我，哦，他们就换边了，换边继续打，我们到空的地方打。练武士。哦。哎，等一下，到底？我开车到一半被后面追撞啊！连环追撞。那、欸、怎么是他跑？可是这个也跑了，这个也跑了，我没有丢到他哎、欸。哦哦，烦呢、欸。哎、欸，这场也太嗨了吧！又会撞哎、欸。
小心，小心！这是，它是白纹鸟，停在其他鸟身上。白纹鸟这么几百吼，我都不知道。哎，怎么又是你跑？我又被打在身上。哎呦，完了，走开！哇，好远哦，他飞好远的。哇，这个俯冲。他从我那个地方飞过去。哇，好漂亮哦！对啊，我第一次看诶、欸。我怎么不知道？他会爬墙啊。并可是我没看过他后空翻诶、欸。啊？我也没看过诶、欸。通常就是直接正面跳下来。对啊，然后打人。这是捕获任务哦，我看不到骷髅头。我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要我开一下吗？看到，他惊叹号了。好、哦，他叫了。哎、欸，我就认识他了。我闪瞎他眼睛了。有，感谢各位的协助。你说先去集会所看你用的恶心的任务，恶心的姿势。哦，好啊，来解锁。嗯。咪咪，狗猫哦，喝水哦，没有、嗯，没事，耶，yeah, 研究等级满啦，晚。狩猎牙龙教卷呐、啊，没啦，靠一切都要靠运气。没有啊，有牙教卷也是靠运气啊，妈的，根本就没有跳过。虽然是个酒厂，看起来有比较有保障的感觉，实际上没有。他只是给你有拿到的数量变多，但是不会增加你拿到的几率。嗯，卡池没有就是没有。秘密啊，用出来了。等一下，你看我伸出了一只毛巾。哪里啊？从底下看那个毛巾的位置。靠靠腰。哎呀，弄得真的好有布偶质感，好棒哦！那么等一下，这场我可能要先去帮我弟。我这个角度很好，我要拍下来。好，感谢简嘉诚的25颗星星，我来了。什么姿势？没有看到啊。哎、欸，等一下。你的毛巾在哪里？没看到。在他胯下，怎么可能？在我的重要部位，真的没有啊！啊，真的没有啊！我看到了，在他那边呢，凸出来了，他胯下凸出来了，我贴了，对，哦，这个时候就要配噔噔噔噔，他胯下凸出一包。他毛巾很炸，你看他背后的爱心。你是用什么动作、啊？怎么姿势、啊？举起武器。那把武器的样子不一样。他还有买扩充包。哦，你有买？拿超筒棍超适合穿旗袍的，对啊，大件也不错看，只是我没有买。我怎么这个猫看起来这么怪？お疲れ様です。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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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因为本来想说要玩一款刚买的游戏，僵尸类的游戏，好像可以点天赋吧，什么可以点种植啊、采集啊什么的，那种僵尸的。又被丢了。像之前说的那种僵尸农场。不是不是不是，它不是二 D 的，它是很像 LCT2 的那个画质。哦。去哪里？僵尸农场那个早就在关注喽。好嗨哦！我连中火石都找不到。啊，那个地方没有中火。哦，我找到了。我来了。还有一个，那个暴力结晶。好哦。很电哦。教我！快点，我被电进化了。电进哦。被电进。好，谢谢，我变成普通人了。普通玩家。这有点难，那个还想再撞。很多人远在这边。啊。啊。他在那边吗？他没有，他跑来打我，我只能先滚了。那就温泉这里。来了。靠腰。钢牙钩直接被拔一拔的。哎，撞到那个温泉石。我要捡东西，呀啊，要挖到飓风。挖到飓风。飓风不知道怎么死在他那边，莫名其妙。而且还是完整的尸体。我呀。啊，他怎么了？终于摔。我刚刚卡在空中一下，就是兽龙种专属，就是它是牙龙，不都是兽龙？蛮热，他们也会这样摔啊，莫名其妙。哎，有又来又来又来！哦，真的很可爱。玻璃破掉的。啊，中。啊，我说玉狼啊。哦，哎，可以撞哎、欸。Sorry， 我下来了。我来，我也被下来了。啊，我来了。啊，你去。再。再一下。哎。哎呦，我调查报告哦。飓风，不用怀疑。异口同声，巨龙。哎、欸，看到孔哥来了。哎、欸，调查报告，两个了吼。哎、欸，我刚又杀了一只，怎么样？到底是杀完没啊？先清理干净好不好？啊、他一直出来啊！我怕我懂了。哥们，这不能怪我，你要怪他、啊。哦，我被开了。
你们被开，我被打，有没有天良啊？好可怜哦，好可怜，可怜呐、啊！干，我要死了，我要直接在那边猫车，我被扛走了。这边是一般猫。你赶快过来呀、啊！长枪，长枪，你走到那边，长枪。我想要走了，他直接追过去的。看孔哥来啦！我又被电进化了，谢谢。RO 进化。孔哥要跳下来了，我要跑了。啊，走的。对不起，我会被电进化。哎。好像有点远。过去吗？没有，没不打算往前跑的。你有戳他吗？你不能戳他哦。好、哦、好。你只能抓着他，你不能戳他，他不然你戳他，他不会跑过去。跑跑跑去！干什么远？倒了吗？好，还没。倒了。没事没事。疯狂被断，可断哦！好，他先跑。因为他被麻痹，所以断了，断尾了。那一颗好像，我看起来不行。行吗？我丢了。哎、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好来了。天域，我跳钉了。尾巴挖到天域，谢谢。谢谢。哎、啊，你怎么跑那么远？给你看，这是天域哦。他去挖。啊，有啦，上帝一定会再送你两颗啦。哦，江江应该拿到了。没有，没有啊。我有。不是我在捏鼻子的声音啦。三颗。哒哒哒哒哒哒。
他回拆剑了，你们看没看到吗？拆剑，我看到了。哎、欸，我去看一下我的调查。我要去看我的飓风。你飓风到底有几个飓风？没有的，算给别的，但是都只有一金一银，我把它删掉了。必读不懂，我看到必才懂。谢谢各位。金狮子。牛龙，那我先过去那边。哒哒，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哒哒哒哒哒哒哒。打消不？这里啊。我刚好这场没被丢，带了一组。哦。带了一组。有带齐的时候就把我就不把我丢包。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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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红了！晕了。
被撞。哇，都不上去。哎、欸，他刚好黄，哎、欸，我看到红眼呢、欸。我也看红的。卖卵。哎呦！快跑！可以撞，哎、欸，可是我的晕死，哦呦，哎、欸，刚才骑上去的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我帮我试测了，你们两个，我没发现那个，你们两个几乎同时。在同阶级分子的那边跑，这八股是怎样？懒猫，哎喂！可以帮我喝热饮吗？我发现，一下下下。黄。有点远。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哎呀！你在门口哎、欸，这么车。哎呦！滚蛋！下来。
想吃。猫咪，猫咪觉得不够劲吗？可能都中间了。哇！刚好都在猫咪两侧。哇，猫咪都不干事哎、欸，到底说猫咪不受理。这个案子他不想接。对啊。好了，那就让他起来吧。调查报告。对，这一次冰牙就这么走过去了，他是不是被抓？我丢了大便啊！哦，我想到他怎么这么乖。骨头。好。我没看到哎、欸。我也没看到。那要转回来了吧？夹在这。烂猫，真的是烂猫。他不想接这个 case， 用虫去打猫。你是什么意思？两颗。六九，当然巨魔啦，我已经没有任务了。我有啊，你有吗？我有啊，那就继续啊。我的调查中有玉狼，但是旁边有一只双翼风飘，而且才一斤一银，好肥。再见。空包啊！お待ちしてました。没有目击中的人物。等一下，才接错，没有票，早就没有了，我只剩下餐券，猫的报酬金。猫的幸运数都是骗人的。心理层面的幸运。我已经吃了十一场了，根本不幸运。你是不是每次都被丢包啊？是啊。猫的幸运数是增加丢包率吗？应该是哦。直接帮你找到魔物在哪里？
那也是蛮幸运的啦。对啊，你就不用找魔物了、欸，好棒哦、喔！好像不错呢。那速刷有没有？速刷最需要就是吃猫的这个。提宠。到了，到了。再喝一罐乐饮。他怎么已经在地上？好可怜。我戳他脚一下，他就自己跌倒了。哦，一定是猫的幸运树发作。调查报告，哎呦，打到翼龙啊！一只翼龙被我抽下来。蚊子走开！我要抓头蚊子的帮挡。这招也会后退。哦，抓你脸！哦，被断了，啊，齐了。黄，听到有人在抓，在抓小龙的声音啊！我是抓蚊子，妈的，他刚咬我。废物猫。
轰龙来了！哎、欸，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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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晕了！哇！傻！我傻！我傻！我在傻！哎，滚另外一边去！还被另外一道雷电！我被一道雷电到跌倒，然后滚起来的时候被另外一道雷再电你，你好，可以撞。到了，刚好被吸。等下，又是玩具。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开大、欸、就是大吼、嗯、大吼身上那个红色的雷很多的时候就开大哦，然后有时候只是原地转个圈而已，或被草地而已。他有一招很像的是落雷三段扩大的，嗯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一招不会有雷铲啊，对，而粒子会很多啊。看不到我的台，不知道我看 FB 直播都没有。我看一下，陨落了吗？我说平台，没有啊，还有人在打字啊。对啊，但是我这点时间陨落，干，NoNo 陨落了啦，从来都没有缺席过啊，怎么？哎呦！有啦，这不是我说的。有好吗？早就说有心结了。欸、没兴起过的话，会轮换平台。就这样子吗？三道雷。哎、欸、那个骷髅。找圈圈啊！抓抓抓！好抓。好，我抓。我帮你搞定他、啊。谁啦？我看有呢，你要不要重整呢、啊？我重整好几次的、啊。哇！你被封锁。那就是电脑换一台新的。可以的，赞助吗？有问题一律。有任何电脑相关的问题，一律建议换电脑。我有看到哎、欸。对啊，那应该是我不知道我的。哎，等一下再处理吧。他的 auto 怎么可以给我240呢？什么意思？你说你电脑记忆体满了，换电脑啊！
你还是没拿到。他老板新拿了两颗天顶。我还想说，我看到了。我就是不讲话，想说你应该有看台吧，让你看。我要取消追踪了。干嘛这样？哎、欸，不是啊，你都还没打到我。我还没打到啊，这第十二场啊，怎么样？厉害吧？厉害。我骗你啊，我可以去找我的那个。只有你能超越你自己。我可以去找仓库的截图给你看、啊。不用仓库截图，你直接看玉狼龙打几场就知道了，不是吗？啊，我有算啊，刚刚你的那一场就是第十一场啊。怎么会这么？不会啊，我之前打那个雷狼龙也是打了超多场哎、欸，为了做他的散弹打不到。就是我要做东西，你们没有要做，所以我打不到。不要再吃猫的什么鬼了啦！还是要先巨魔的吗？我接了、欸，他接了，再打最后一场。哎、啊、呀，最后一场打不到就去刷巨魔的玉狼啊！好啊。不管有没有打到，都要去打巨魔。打巨狼。打巨狼。吃饭哦。啊，这场不吃爆头巾了，我吃大型吸引，好不好？看会不会吸引宝玉来。爆头巾。好。不是爆头巾啊，那个幸运的。招财猫的幸运。招财猫的幸运。那不是钱吗？增加打到东西的几率 啊, 啊，对啊，哦，那个就是跟票的感觉差不多。干，生命保险加仇恨吸引。我现在还在考虑，然后是仇恨吸引。那我自己加，我们互吸吧。啊？我觉得不行，我不要。啊？唉，要挑一天的下午去看眼科了。麻椒，麻椒就疼的。哎呦，说要取消追随我，你还点了一个喜欢。看到你点了一个赞，在两分钟之前。身体蛮老实，你是把赞点掉了。哈哈哈哈哈！点掉啊！那个赞你知道是怎么点到的吗？嗯，我手机的那个底下那个是返回上页，然后先压到那个整上页。哈哈哈然后就算了。话说之前说。聊天室有一些人打字看不到，嗯，的问题是解决了没？还没，还没。他用电脑版看的话，被吃的频率不会很高。是啊、嗯，是吗？很高吧？没有，他们电脑，他们很多都说用电脑看比较不会被丢包，怎样？不丢包啊？不会被吃留言？被丢包？那我换一下电脑版。哎、欸，十五营地上来了、欸，这次怎么进？对啊，我之前每次打都是在这边的，后来才发现他会从另外一边走过来。对啊，那你妈那时候看秀在玩是这样子走路，我都快气死了。这样跑，我说你没跑啊，我说我有跑。你这样子，我说你有跑，你也不可能蹲下好吗？魔物的教学第一章是教你这样走路啊，找个草丛躲起来。对，找个草丛躲起来，蹲下往前走。你还记得哦？记得啊。我觉得很好笑啊，记忆蛮深的。哎、欸，靠腰，这样也没笑。Again。哎。
失衡打击，那个剑龙。上车。哦，我被开了，轰龙在那边。路过，路过，路过。没事，他真的路过。他不想让他路过啊。知道啊，就是你们那时候讲说电脑版比较不会吃啊，十个里面吃六个吧，啊，手机版是十个里面吃七个啊，就差一个留言而已啊。哦，好像差不多。是啊、哦，还是会吃啦。我就一直觉得好像，一直觉得好像只看得到同一个人打字而已，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在？虾人啊？没有，因为。反正你们打字我一定是看得到啊，我是直接看后台的。哦，所以你自己看留言你也会漏是对不对？我如果看我自己的台的话会啊，啊，所以我就是直接看我 OBS 上面的那件的那个聊天室。哈，对，这个新版的还蛮好，不是新版啊，另外一个版本的 OBS 蛮好用的。啊，这怎样？哎，可以撞。吐！好了。不会抓到天灵啊！你的抓虫哦，很像哦。抓到突然手上拿出一根。网子亮亮的，好好哦，哎、欸，还可以再撞哎、欸！我拍了都不动起来，感觉是假的哎、欸！拍，没了。可以啊！哎、欸，他磨过去。对啊。怎么有调查报告？为什么？你又在打虫了？没有啊，没有虫我打。根本就没有虫让你打哦。有切面组啊。不是受残吗？差不多了。差不多吗？嗯，差不多了。就跟 FB 跟电脑。受残就是跑来冰雪的切面组，可以了。我觉得受残有一种备受侮辱的。他是不是全身冒黑？就这个意思，这个。这还不是大学啊，这就是雷残状态啊。哦，这还没雷残，有一个哎、欸，抓他，可以抓他。哦，你是过他哦。我说、哦，我以为可以抓他，我以为。等他开大的时候跟你讲好了，他会有一个特殊东西。哎、欸，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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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太大。哦。哎。哎，他怎么了？啊，怎么了吗？我看是正常的。哦、我断了。哦。哎。所以你是看到整个大卡是不是？我看到他在空中停住了，不动了。好、哦。然后我队友掉下去了。嗯，对，我队友掉下去了。我不跳下去，我刚刚被卷死了、哦。不得不跳啊！哦，还有抓白色毛鸡，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不要带猫哦。喂。猫会把那个凶豺狼变成伙伴，然后变成伙伴之后，猫鸡就一样会往那一缩，很悲戚。才刚急虫就被断，太好笑了。啊，倒了！忘记把布布带出来了。喂，那一只是臭猫？笨猫吗？对。哎、欸，麒麟走。可以撞、欸。我觉得我等下红开。嗯。啊哈。啊，可以抓。加油。我来。哎、欸，可他现在放电呢、欸。他的是雷，他的是龙鼠，所以他可以放麻布陷阱。哦。假雷，它是石龙虫的雷啊！轻，哒哒哒哒哒哒，破坏。我现在发现图片上的不是图片，实况上的是哈基嘛？对，他那天穿女服装，穿到之后他胸部觉得有点紧，然后之后又太开心欢呼的时候，不崩溃的时候，好像伸懒腰还怎样的，然后把衣服撑破。哎、欸，你这个太过分了。下载什么东西？哦，我倒没事。这个比我还过分哦。没事，你是三个哎、欸。三个是两场啊，一场一第一场挖尾巴，然后第二场是追加报酬一个，金奖一个。给你们看可爱的动物。
吃猫的猫的生命保险就拿得到哎、欸，你要不要等一下吃一个猫的生命保险试试看？兔仔。他真的很可爱，也很可恨，有那种就是芭乐眼罩啊，他咬坏了三个，一个500多块钱。嗯，你还又买这种奢侈品，那把咬爆。他的阴影很像嘴巴，可是又不能，又不觉得那是嘴巴。你说嘴巴下往下弯的那个吗？下巴，下巴的那个阴影。当时最可爱的是这一个，找一下在哪里？跑哪去了？浏览。呵呵，嗯，第要第十三场了，各位，走第三场，是要准备进入第十三场的笑声。你还没打到、啊？不是，不是巨魔。对啊，真巨魔，我重开机一下。啊，等我、啊，这个找到了，他咬坏眼罩。眼罩的尸体罩吗？好，拍照的时候还在继续咬。你看，凶手还在持续破坏他。紧抓不放。所以现在是巨魔，对，啊，等他重开机。好，哎，江啊，不是四点前要出门，你还能打吗？啊，现在才三点不是吗？那、啊、你不是前要出门，还是四点出门就好了？四、啊啊、点半前出门就好了。哦，那还好。我想到你是四点前要出门，不去想要不去收东西的吗？没事儿，只是去搬东西，我只要带走的人和外套就好。点点的啊，连钱都不用带。真好，爽，好爽。今天好冷哦，今天12度哎、欸。你十二度 ？Oh my god！ 你在哪里啊？你是去哪里啊？走十二度。啊，台北啊。啊，台北今天最晚，晚上十二度嘞。好白痴哦，干这么冷哦。对啊，可是现在也16呢。哎、哦欸，我家22呢，怎么这样子？你那个吹热风的，我吹冷风，冬海边比较暖。干啊！谁说海边比较暖的？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家前面我就是海，后面有山坡，对不对？对啊，后面还有山坡哎、欸。
我加钱。门前。我唱错了。哎、欸，虽然说十二度，不过那个十二度好像是半夜一两点的事情。五啊。从现在到零时都温差才二而已，好吧。但是我要吃火锅，好爽。我来了。还要开谁的？你的又没有冰压可以开，开佛系就把它对啊。嗯，是啊。嗯，什么西？我没听到，抱歉。你的巨魔不是虚等的吗？哦，对啊。那个冰雪。看你的啊。跟变装备。哇塞！这张图大概就是三张搞定吧，五张，五张，对啊，这个你画到五张，对啊，背面、正面、侧面只要一次就好了，你画了五张啊，左边、右边啊，哦，四张，你有画四张，嗯，左右前后一样，应该吧，我看一下哦。我想说左右是同一张哎、欸，你把它近色就好了。哦，对，三张哦。拜托，拜托你这。你可以再把它弄得顺一点，怎么样啊？很懒，你要帮我吗？不要。对啊。没关系，增加一张45度的就好了。啊，不对，四十五度要增加两张。斜前斜后啊，斜前斜后。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诶，一区。我的鸡好像没有升上去，请问老板，嘴边肉啊？你看他的那个布布的头靠在。那小时候就很喜欢找东西愧着。要干那一只冰咒吗？干呐！啊！啊现在爆破啊！啊他不在、啊。而且那冰咒位置是不是在冰雪啊？对啊。啊！要去哪里爆？这边吗？这次没有猫会雷我们了，不要怕。你知道这个事迹吗？就是我们爆桶爆下去的时候，啊棒哦、完全没有人死。为什么你的血扣那么少、啊？不是，我知道原因了。你没有护法条，护死啊？没差，至少炸得死啊！炸得死对啊，炸得死就好。好、哦。哎、欸，
你实况在力竭倒下停住了。那你，我按到暂停了吗？没有啊。看的是正常的啊。哎、欸，哇，我怎么停住了？重整。哎、欸，他在外面。对啊，等我。Go go。本猫。这里坑吗？哎呀！不用。哎呦！笑太爽了吧！捡东西捡到报应！哎呦，我是被揍，真是的。干啥呢？刚好一点哦，被撞。好，
挡住。现在有点忙啊，把地质学拔掉就不忙了。不行，我冲地质学真的是有够忙的。好，我忙完了。好帅哦！我看到了。换我们忙了，换我们忙了，换我们忙了。哎、你们可以忙了，你们可以忙。为什么你是往前挥而不是蹲下？高低差的关系吧。我刚刚看你是直接把手伸出来，伸出来，伸出来，你完全没有。我也是啊，我刚。但手直直往前伸，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乞丐哦，伸手一直伸。是敢我就不跪着拿的、哦。屌、哦！我站着把钱给挣了。好了，好了。不是啊，那个 HD 你要去哪？没有，我剪一下上面的痕迹。哦、oh. ，弟弟安安，哎、欸，弟弟好久不见。他睡着了？没有。那我说他怎么动作有点慢？可能忧郁症吧。看不满足啊、哦？不知足啊，不满足。不知足。哎、欸，可以撞了。你昨天跟江江打就打到忧郁症了。为什么？打不到天顶啊！我觉得我很不知足。勾不到他头。我在跟抢位置，对不起。哦，你。啊！哇，好多！你有看到那一面吗？有。我天哪！好棒哦！这边至少十个哎，十颗哎。有那么多？有真的，四六八十十一，哇！我数光柱很亮，没想到我数光柱而已啊。哎哇，没事，我靠一个，哎啊啊！生气了，我以为我捡到水球果，结果是捡到竹鸡。我旁边有水球罐，然后旁边又是一个竹鸡，我捡了。拿竹鸡扔他。拿竹鸡扔他。不是啊，那个受残竹那些就是送竹鸡的那个啊，交换礼物啊，那给竹鸡不知道给什么的。对啊，给一板的我飞。那竹鸡就是一罐在里面的那个啊。哦，捡到手软。真的是剪刀手软。人呢？打一下突然不见了。
我捡到我的转身衣装全没了。你穿衣装的时候不要捡东西啊。不是、啊、他就是怕被打狂捡吧。对啊，就是因为怕被打我才穿的、啊。好，就是被打到没有了。哦、那它的价值有啦，有啦，价值有出来了。他达成他的目的了。骑车啊！哇，好好。我好少骑冰咒龙啊、嗯！他好晃啊！到了！哎呀！又不是我用打，是担心敲晕的。啊？是哦。你敲晕他头上是晕眩的图案。什么、啊？快死啦！一楼二八。金火龙，哎、欸，有冰牙嘞，那等下可以先出去让江江开一场。哦，你是要普通冰牙、哦？因为你要先拿过一般的素材，你到时候才能用力战的去换呢、啊。啊、不然的话，我们都只叫得出力战冰牙来，我们叫不出一般的。就跟神奇宝贝一样，第一次直接看到色尾，没看过普通的。对。哎、欸，有没有毛鸡嘞？这边好像要用龙脊的，那边的点太那个了，中间。我没有带龙气包。哦，好吧，那就直接手动炸吧。根本看不出来这边有古种哎、欸。没有贴墙捡东西的话，根本不知道。太黑了。你们炸吧！哎，这现在好像可以哦。拿住范动员，可以啦。哇，掉不出东西来，前面掉太多了。刚刚那个掉十一个，真的很屌。哎、欸，我被你的最后一下炮击炮都跌倒。哦，对啊，那个会击倒队友。哎呀，洗掉啦！又有冰牙了。冰牙嘞！耶耶！我还在烦恼江江没有冰牙怎么办。叫玉郎吧。嗯，哦好。
他们比蜜蜂还烦。我呀、啊，是的。对，有他。乌啊！酷啊！转圈圈不给看，哎呦，你跟节操碰到一样状况哎，哪个字？你跟节操一样耶。今天 FB 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你确定只有今天而已吗？今天比较怪。听说昨天是武器爆炸 FB 的，真的假的？我看李迅 po 文说的，是如何爆炸？怎么样的爆炸？几点 po 文啊？要看一下，我是早上起来看到的。我记得李迅 po 文是说他们那边的吗？他说 FB 的啊，是 FB 的、哦。我看一下哦，他是 FB 开台啊。没有，我记得他破好像是说他那边的问题，还是什么？是他那边的吗？看一下。哦，他说他们区哦，他们区域的机、啊，所以应该。我记得他，我想说我那篇、哦。我以为是 FB 爆炸。我想说我那篇贴文我有看过、啊，好像是他们的。因为我是大概滑下去有看到说直播断掉爆炸，我就没有太深入的去看，就滑过去而已。就没有下面有记录全部。对啊，江江，你看，你不觉得颜色跟雷狼很像吗？不会啊。你不是有色弱？啊啊，对哈、哦，他的身体也是白的啦，他只有他的那个爪子那边是红色的。对，他只有蝎尾。啊，雷狼。我昨天跟他说很像，看不出来。我以为我印象中玉狼身体是黑色的，讲错了。不是讲错，是搞错了。记错。等下又要出来了吧？有要出来什么出来？你可以进来啊。好。再打立战玉狼。怕你们打。怕你们。那我听到你们说打，麻烦没事啊。没有那个，我之后再来用就好了。反正刚刚。连江江的毛笛也刷到了，他已经没开了。真假的？第一这么快、啊？第一次遇到就是白石。我昨天开了，然后他进来陪我打，刷一次就刷到了。然后抓个羊哈，好。哎、欸，为什么？咦？哎、欸，我抓羊抓羊，我自己，哎、欸，我刚跟你讲，比如说你只按圈圈圈圈圈，他莫名其妙帮我射出钩爪、欸，我是不是刚好瞅到这上面了、啊？也不是啊。什么是什么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不是会有上升气流吗？嘿，然后我刚好就是、哦、你被他那种吹，然后你又按到钩爪，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现在就是用超虫棍嘛，超虫棍不是预设就是准星了吗？嗯，然后我被那个吹上去，就直接变成那个钩爪拍身。哦，我看画面超帅耶，呜！像刚刚这个转一圈头掉，它就只有三道落雷而已。啊，如果他身上有残红色的雷，就是你怎么又死了？没有，他不屈啊！哦，你在不屈啊？我以为是被打死，吓死我了！不要紧张。哎、欸，他刚肋格了一下。对，他肋格害我被打。我以为有队友要死掉了，通常这个肋格不都这样子吗？对。是，我有我滚过了，我就站着，就他肋格才掉下来。可以撞。小紫山。哎哎哎，这气流，无一声嘞。靠腰啊！你们撑一下，我回去。怎么了？好拿到，好拿到，随属性再打。开到。哎，那我哦哦哦，改笛子好了。他这样也可以打我半血，好过分哦！我才三分之一，不愧是长枪的防御力。吃我！哦，好吃好吃，好吃，三分之一是吧？哼，乐影结束了哦，注意。没关系，我看。哦，不是，我跟另外两个人讲。哦吼！你今天撞大了吗？现在我啊。不用紧张，不用吃热饮，副片打来了。有，我先接个。哦，大大大要跑之前就跌倒。我刚以为他是被上升气流吹倒的。坚持要跑，不得不跑。你、欸、回来了吗？是红矿哎、欸。还在干嘛？干嘛回来了？哎、欸，他不喜欢你们挖矿、啊。没事了没事了，挖完了。他有大龄脉玉哦，他是三星难度的、啊。哇，他是三星危险度的魔物啊！哎、欸，车来了，小心哦！哇，车翻车了！下车！翻车啦，老司机，怎么会翻？哇、啊，有乘客在闹我啊！啊，我刚才。那我完美之前留在头上，这没差，反正有晕就好了。哦，我一点都打你妈鱼！哎，又一颗。有问题吧？不给天玉，但是一直给大龄鳗鱼。看，那是给玩具，又不是给我。啊！对呀、啊。他妈断他尾巴，可以多挖一次。哎、啊！啊！
大干嘛？大绝。对，就是大。他身上会有弹红雷，然后转。啊，我把断了，我也断了。你是说尖锐石丢他就好，对不对？对，没错。OK。啊，像这个他身上不会弹红雷，他就只会三段雷。红雷，怎么看还是都一样。啊、我刚没仔细看。有啊，有比较浓厚一点那个。他开大绝的时候会有一个雷残状态的，雷残状态好。他就是特效吧，还蛮严重的。好了，还是换我射落，还是我眼睛真的不行了。断了尾巴。哦，我怕，都有人打我。呵呵，好危险的，等一下。原来不防御接一套这么可怕、啊。刚那是什么鼠来宝的声音？嗯，鼠来宝。抓！这个、啊，被抓！哎、欸，大绝！啊，断了！啊，我还是看不懂哎、欸啊。没关系。不是阿达，啊、如果雷惨，再跟我讲一下长怎样。你去。对，他红了，他红了。他会一瞬间呐、啊，其实。哦。那江江，你很适合玩太刀哎、欸。没有魔物的动作你都知道啦，你就可以，你可以玩太刀啦。其实还好嘞。我飞，我飞，我飞，我飞。哇，他到底要甩我几次？我只知道他要干嘛，但是不知道时机啊。哦，好吧，那你还是玩盾好了。嗯？啊，这是雷残吗？不是，这只是普通吼三段雷而已。这不止三段，是五段雷。哎、欸，这是三段啊，大概是生气的关系啊。我被五段了、啊哦。我刚才被震的。跟那个，跟他身上状态有关系啊，可以抓了。多少？嘴巴没断呢、欸，好亏哦、喔。哎、欸，再撞一次，再来撞。啊吐！好好，可以装，可以装。可以多捡一次东西啊。啊，我离开了。你离开了？不是，他被推开。哦，哎、欸，就是送给你玩冰牙龙哎。我刚刚去换斩吉斧比较好，长枪断太慢。那个力战风飘龙来了，双翼。啊我也需要，我想打。好啊，我回去补个子弹再说。冰原的东西我都没有，我都这个冰原去。我感谢海豚的50颗星星。靠！我在穿衣装，不要动。来吃肉。哦，他死了。我刚才出战好，我都看到有人倒下。我穿着衣装勾上去，直接被秒杀。不动吗？哎、欸，真的哎、欸。对啊，不动兽医。兽医啊。我就这样这样了。哎、欸，好，有血迹有差，一颗零卖一，大零卖一。有。搞不好你两颗哎，你都这样想。刚回报调查又送我一颗。对啊，搞不好你应该会有两颗啊。啊，没有，我觉得应该不会。你要这样相信。危险。我的，刚刚。我来了。奋斗。我来了。而且我身上没打消。我来了。我想说，怎么一颗石头在这边？石头还真的是蛮大颗的，还可以装。有啊，他在努力了。哎、欸、啊！哎呀，我刚刚转错向。Again。我来晕他头。Yeah。他等下会先晕。再抢个石头。
这边很多啊。哦，你是这个。哦，尖锐石。这个家伙的力战素材我也要。可以撞，啊靠，哎呀，静桥安安，哎，还可以再撞，他没发现。终于睡了吗？没事。没差。噔噔。这边只有一根落石，倒
倒下了。哪里？干嘛呢？叫两下。我在骂他。好，骂去。那还有什么？麻了。挂掉了，死了。嗯，对，我看半路被炸死。我看他在看到他在那边看到了，在这。我刚突然看到他，突然画面显示一个逃跑完毕。可怜呐、啊！叮。好了，我要回去报告。好好，为什么你都抓那个挖得到玉狼？我挖到你也有啊，你也有啊。哦，是啊。对啊，一人同行三人免费。啊、哦。继续打玉狼啊！不然玉狼的素材很多。是，他好像是要解，他在解放第四阶段去。分属性那些的也是要玉狼。零件强化属性的时候，我那个，刚才想说啊，玉狼剩一只了，好像要送四只出来，太爽了。诶，大矿在哪儿？爬藤蔓上去的地方吧。好像没看到诶。Let me see see。出来了。那个上面没有，应该在入口那边。入口左转那边应该会有吧。左转。哦，对对对，哦、左边。讲完了，自己叫自己不觉得很羞耻吗？左边觉得，靠腰，不觉得吗？啊，这个我要回去一趟，打太多只。好。都大鼓掌，大颗的。有鼓掌，哎，这边有争夺地盘。秒龙种哦，我的是飞龙种哦，飞龙种。啊，为什么刚刚鸟龙种突然好像突然亮了一下？不知道，还是你是鸟龙种？嘎吉，哇，他走过来了。有。哇，他警戒范围。海角。先撞吧，撞完再晕吧。那我打
声音的话，到时候起来不能撞，有点麻烦。睡着了，没石头。哎，被脚炸醒了。开始撞，这干嘛？大号，对对对。那、啊、没了没了。我还蛮明显的把他那个。有。像这个之后转一圈就是只有放电的。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旁边在努力在看。打不掉，打不掉。我刚看到一个画面，是冰豺狼跟着冲过去，然后冲过去之后，然后冲回来，我在想干嘛？这不是这卡通才会出现的情节吗？大绝，啊断了，断的断的断的，我很残忍嘞，他想射射不出来，哈，谁残忍呢？
骷髅头还是没断完。啊，要死了！啊，打不赢三个耗子。哈哈。不断完很亏、欸，找一个挖的地方。还是我也拿切断来帮你切。说不定多挖那一次是大灵发育。你到底是缺大灵脉玉还是缺他的素材？不能说都缺哦。都缺啊！啊，不然嘞？切！他只会给你挖骨头给你，好不好？他是送骨头给你。至少我还能卖钱啊，骨头。好，这理由还行。大骨种。嘿，这个边边有矿。对啊。哎、欸，现在节操你卡的七等的是哪三个？我要看一下的。那我现在龙岩没人七了。应该我还龙岩七。那不然你就龙岩卡的七吧。哎、欸，不对，那个谁 ，HT 你龙岩七了吗？还是你消了？还没啊，我龙岩降啊，我现在是古代树，然后瘴气跟这边啊。对啊。那个选单的确认特殊痕，哎、欸，这也可以看吗？啊、不行、欸，特殊痕迹没有吧？你要看自己。对啊，我刚才来不及看，我只知道我的荒地降了。你这、嗯、不行哎、欸，要跟 Ibo 讲话的时候才可以看吧？不用、啊，你去看那个工会名片就好了吧？你可以去编辑名片吗？好的，不行。我出去一下再回来看看会不会算我再不用啊那就先不用看了没差、啊、光辉名片哦不用你去看那个水虫笔猎人笔记就好猎人笔记的巨魔之地哦、oh.上面会显示你有哪些是七等，哪些不是。我龙岩还是七啊，没降。看来降了，就让节操卡着吧。我固定吗？我想说，有人要去帮我用古代数七的话，我就去升龙岩。所以我要把它固定起来。看你的、啊嗯，就是看能不能你帮忙卡的龙岩，不然没有人龙岩七叫不出金狮子有点麻烦。哦，对哦，第一张金狮子。对啊。可恶。我先打一下，看看有没有降，没有降的话就是。还有降，我自己再把它打回七就好了。行、啊。有降就锁了。那还要吗？行啊，继续啊。我叫了，有了，我看到他有一个小子。哎、欸，阿、啊、你不是要换等级武器？对哈、哦，忘记了。你是要换斩吉虎是吗？没有。你要换斩吉虎的话，我就去玩太刀了。不想一起上车，一起下车。完了，江江累了。完了，要睡了。他已经暗示的够明显，差不多了。他受不了了，打腻了。打腻了，他不想打。靠塞大剑。靠塞吗？塞了。就留斩了。可是我觉得我大剑玩得很好，哎呦，干吓到！刚才到处看足迹，突然抬头，一个曹思荣的脸在我的眼前。
不要挖冰柴。帮你射啊！哎呦，哎呦，哎，还是被电到。太多。出门补习，八点见，拜拜。这是什么？这是魔物猎人麦块的魔图哦。哎，有看到这只狗？它就是狼。你驯服后就变成你的狗了。为什么会打雷？你看，这是魔族，他用幻雷。哎呦。那个模组好像抓他出巨大骨头。对，有啊，麦块有骨块啊。哇，所以会抓他出巨大的、啊。黑狼龙。麻烦了。那个跟他兄弟刚见面过。啊，睡着了。快点。啊？他被我扒到睡着、啊，你们尾巴拨一拨就过来吧，不然就我直接開。我来，你可以直接撞。好好好、你们直接弄。滑下来！我下来了，滑到即将灭尽。灭尽也不错啊，现在可以打即将灭尽了。啊，叫不出来！我的预备上，这个比段大还过分。还好吧。哎、欸，打！我们断一下。
断断了。他只是要跑而已。没有，他跑不了了。哦哦，你急了。带我去看那臭猫。欸、他真的不会在这边断是不是？哦，有了。嗯？那到底？猫嘞？那猫到底有没有绑啊？猫嘞？猫嘞？它的网子在上面。它网子拿出来，又跑去吹耶、欸！我的天！我刚看到网子拿出来了啊！对啊，我刚看到网子拿出来，往下跳了呢。啊，这我也有看到哎、欸。那、啊、不对，继续吹。啊，那个画面就会卡在那边了，太好笑了。啊，就是被推荐了，是不是？被卡 bug 了，笑死我！突然想到，哦，刚刚吹的不错。刚刚吹的那个音，很帅哦。可以抓了！哎呀！烂毛！尽所能阻止他。所以那只猫直接看。你这烂猫到底在干嘛？一下子不受理，一下子退货。哇，这客服太烂了吧。上一下厕所、欸、沒打过壁堵欸，你要不要叫个壁堵来打？他直接出现地战吧。对啊，啊一般的就只能靠讲讲跟啊。对啊，我是那边可以啊，三点。啊，我也没有打过地战壁堵啊。两架壁毒龙，可以，我还有啦，之后也可以叫我的。我有三只还四只吧，也很少。哦，来了来了。只会降其他地方而已。我去厕所下。
好了，好，你要离开了吧？嗯，那跟几嘞？啊？哦，你先上了、哦。而且看到挖东西了。我跑来挖东西了，抱歉。好，没事。我刚才回来之前。妈，减这足迹也不会增加那个啊。解析状况。等他吹完防毒防麻，我就要去忙我的事情。好，有个白痴，很白痴的白痴，等于是跑到别人台说订阅繁星这样子啊，我要来处理处理。我看你，嗯，我刚才就爬上去看到他，我来了。还在想，香香没有要打了吧？所以我们打掉了。江江在这里啊，啊，江江不知道出去了，还没啊？啊，不是四点，我刚只是去厕所。哦，哦，我想要你说好了，然后没声音，我想要那你应该是要走。好了，我来啦！耶，立特的猛毒灯没拿过哎、欸。灵脉玉碎片。我的天哪！你真是灵脉玉碎片。他是魔王，不要太看得起他。啊，我说什么又掉了我这样？啊，太急！啊，为什么繁星不动？他说他吹完要去忙事情。一下下就好，等我一下。不是，也不算白目，就很好笑，我要骂他。我是。嗯，他跑哪？跑几次？往上。好了，结束。那、啊、怎么快？就人刚好出现啊，然、啊、后我就直接私讯他。他没有恶意，但是就是你懂吼？哎、欸，一般的空调。对，就不是故意在别人台喊说订阅繁星这样。哦，好亮哦！两只都能打，我都缺。又跑了。你的痰还好吗？他跟过来了，我被揍了一下。帮你处理他。好。帮你处理你们的后续。干石头沙小啦。石头沙小啦。我也拿到石头了。哎、欸、还很重。好，我来了。没啦。冰原的魔物真的都喜欢来这边呢、欸。对啊。牛奶，拜拜。我、哦、拿到一只明波哎，好赚哦！赚，还有铁蛋。我的古龙种解析完毕。
欸，抓不到欸。欸，生气吗？我们转不了他的头。对啊，我刚连勾都勾不到他欸。我看他没有生气呢。黄眼呢？我看他也没有生气啊。欸，那谁的？来试看。因为他在攻击途中，没有，我们刚刚两个人同上去都试过了、啊。他们两个同时在用不行啊，我有看到。哎，卡卡。打你的龙啦！不要注意我啦！啊，我在捡东西没？捡你的东西啦！捡东西很难不看到哦，很闲哦。Oh my god！ 又是蓝猫。哪一只都在？蹂躏他、啊，刁民。啊，对哦，他一直都在。忘了。奥克猫想吞噬的家伙，哎，好，好乱哦！我在上面转来转去，不知道在转什么意思。哦，那个我刚看了一下 FB 里面的，他说里面也有那几个人会转圈圈。哦，嘿，然后有一个反应的人是好正哦，我再可以搜寻他的台这样子，看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再看一次。你被揍了。没事，不痛。被撞。跑嘞！请问那根在那边，我是要怎么跑？哦，木瓜安安，不懂啊，我有糖了。下一只，你去打他的风飘，剁他，做完风飘，你就要出门了，我就要下了，对，都是
哦，有昨天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我播一首版权的歌，播九秒钟而已，就被版权攻击了。超快、欸啊！通常是15秒啊。效率很高哦。对啊。而且因为 FB 现在要改成说那个改新版的，就上传。我以前都是分8段这样上传，那现在要改一次性上传，就那个就是改一次性上传后，因为8段你就是其中，我还可以切哈。对，其中一个给那个卡掉会比较快，可现在一次上传就是4小时，要那个处理那个音轨有点久，很烦，很烦，很烦，你很烦。困呐，睡啦，中啦，你干嘛？硬飞石头嘞？哎、欸，你是没石头、欸？你现在给我截图你的画面，干你不要给我截图。是，我想说节操还在掉掉掉，我要赶快上去，然后上去拍一下，发现没有石头。那是我啦。先撤，再见。看到那个。对，我想要点，那不行，要赶快上，不然他会死。结果我上了。啊！完了，怎么了？啊、20分而已啊，半之前出门就好。听到等了，要请我们吃火锅的声音。来啊，来台北啊！再次，哼，敢来啊！你现在帮我出火车钱，我就直接坐火车去。啊，你不是要我请？啊，对啊，就是你请。所有台北的行程都你出。直接冲过去，啊！几点到我不知道，现在就应该只剩下最久的那一班了。老12小时，剑师直接跑出来，对，像我这边出来的，看着。他在哪里叫啊？上面啊，他在这边、啊，在上面，你看到吗？我在骑乘。
我看到了。哦。他下来了。啊 ，BGM 盖。他在上面还没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是愤怒状态。看人坐姿，我下来。我走。哎呦喂啊！哎呀，抓着他的尾巴。哎呦喂啊！特别。好了，你打完了啦，走开。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吗？被抓了。骷髅看到了。没有啦，缓降一下。在干嘛？出去再回来而已。我去抓。他跑去找金狮子了吗？是。他应该回来吧？搬应该会搬卡吧？也丢个闪光灯。找回来了。看起来应该是。是。哦。OK OK 路上再见，狩猎中干。这个是哪个白痴？冰豺狼，冰白痴，变白痴。哇，每次看那个明麦玉站在那边回报。就觉得没有，每次看你们站在那边回报，就想艾博在那边，就跟过去，发现艾博在另外一边。对啊，我也知道。好了，那啊，八八八八。拜拜拜拜拜！看你们还不要打，我要去打，继续打我的天庭了。不，跟你讲，因为你是叫错名字，他叫天域。哦，天域是不是？对，我不管是，管他是什么。你一直叫错，难怪不出来。好、我管他是什么，我就是没有啊。嗯，射手，我应该会有玉狼的任务了吧？刚打那么多次，贝蒂安安 ，Yeah。没有哎、欸，我的天！我捡了那么多主机，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任务。
吼吼吼！小蜜蜂吼吼。没事啊，出现一大堆地战人物，删掉。我一个都没有，我捡那么多主机，一个都没有，在那哭。都很烂啊。一金一银一铜，傻眼。至少还有捡到玉雷啊！我完全没捡到哎、欸，我捡那么多足迹。こんにちは。承接，把刚刚的一个打掉啊。好。发现蒸汽机在有活动的时候，蒸汽升的比较快。是啊，感觉因为之前活动按的时候，几乎700点都按得完一轮。可是现在按它只会升到第二条、欸，它不是要升三条才会满吗？嗯，对啊，它现在都是两条，还没升满700就用掉了。啊，活动的时候你700点可以直接把它爆完一次，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你喝醉了，喝醉了。嗯，节操大不大？强者的龙二，我天，没有。
这个骨也不够。力杖，那巨魔力杖风格。贪心的猎人，我把猎人什么素材都缺啊！我去，别丢包了呀！哎，怎么不会冷？你们在温暖地区吧，那个温泉旁边。哦哦哦哦。整套古军线。啊，我准备开火。来啊！撞了。嗯。撞了。啊！又来了。怎么又来？可以再拍两下了。死龙虫哎，这狼身上也太多死虫了吧？没洗澡啊。偏手没人控，真的很难打、啊。要控吗？嗯。
要捅我可以换武器哦。被撞。上一层打有空吗？啊，没有啊。哦，那好像也还好吧。没有，上一场没人拿片手剑啊，杰超拿片手呢。好。哦，你说片手没空很难打。对啊。没有锤子或什么挖过晕头的，你真的不好打、啊。不然你要接那个什么？那是什么精准打击？你根本就接不太到啊！我刚才有注意到，所以对啊，刚才没事啊，所以他才把那个啊伤害改高啊，但改高还是很难打、啊。你是什么？奇面族爸爸，受残族，可以先撞你、欸，可以先撞，可以先撞。你买北七哦，你不要过去哦，白痴！怕他醒来就直接不爽了。还没有，现在还可以。有东西听到了。
是你们的。好了，没有，移一下瓶子，这样大家比较好上车。可以抓了吗？没有，我要用这个做。哦。没事啊，他会踩回来的。有的有的，我只吓了一跳，怎么突然变一声，换了个味儿。菜刀。想做金箔的片手，材料不够。我现在材料最多的就是金银火，我狂打那个吊台他们票。没有没有，我缺的是上位的。好、哦，上级，该还是没有，没有。第十三场哎、欸，这一场快要追到阎王龙了。这样我阎王是几场我忘记了是？阎王十六啊，再差场真的会是超。准备超越。不过片手好玩。我还没搭片手的装哎。我有看到，但是有些。啊，那你贴给我。差不多阎王三件套吧。定的。就对啊，然后黑红手、黑狼脚吧。对啊，那就差不多了，你都知道啊。那差不多啊。还是健身胸。我的现在这一套是帝王伽马的，然后红吼，哎、欸，我没有打的，哎有了。然后再是手套和腰甲都是帝王，精英帝王的贝塔，然后黑狼鸟。一金三银。可以了。还是节操有。我一直都没有遇到龙的跳墙，就一个三个奖。看一下我有没有拿到新的。啊，我要看一下，那有几个奖？那人均两两。哇，跳了一个新的是三个奖励的 ，OK。啊，没有，没跳。反正我有一金一银三桶啊。都行啊，反正都比我那三个奖励好多了。玩那个还没有金的。也许有，只是这样说。欲求重。要跑去下位打上位打那个刺我龙，我现在那个。调查那边是显示我打了20只玉狼龙，一颗天灵都没有。有吗？啊，我有一金一银三铜的。应该那接我的吧。嗯。我看一下，我的是。我接了。我刚看了，我已经打了20只玉狼了，一颗天灵都没有。我换装备，我要打输出。
各自加油，我们各自加油，尽量。干，这是这是几毛的？不知道哎，我们刚没看。哦，好。雅思力姐，我注意没有注，我有注意到雅思力姐。是 OK 啦，轻松侠义。我先预定那个一毛的。好了，吃饭吃饭。简安安。看你的台可不可以？嗯，刚黑月也说看不了。很好，又是这个东西跑出来了。好，我关关关关关。为什么？关关关关关。哎、欸，它好小只哦、喔。哎呦，小只吗？是啊，很远很远的看。哎、欸，是好像有受伤。哎、欸，好像是漆面组。哎、欸，略小了，但是没有很小，对不对？偏小一点，先撞吧。又要来了，我来了，来这样。啊，我以为你要扒，我就没扒，我扒了，我扒了。啊，歪了，歪了。刚看到你上了，我就不敢扒。我也不敢扒。哇，三八那么客气。三八啦。大家去。范围特工队。还可以再拍一次。可以啊。没了、啊。还是现在才红。我刚看还是黄的、欸。我刚看也是，他叫完了啊。还是受残组的、啊，也是受啊。知道了。来了，来了，炫鸟刀啊！晕啊！他看不到我，希望他看不到我。他跑了。哎、欸，结果被那个雪鹿撞死。哎呦！
还不拿拿他来升任？加一。在哪里啊？这把就是吸血，吸血太刀。哦，那个水之刀。嗯。那时候和吃猫的医疗书，一个剑，一个跳下来劈了。哎、欸欸欸欸！劈下去，血量回一半。好爽、啊！那我选了。哇，好晕哦！你的头吗？现在我来了，我有了吗？对啊，我乱了，来的。都差一点点，大哦，太大了，各自逃命。哎呀，原来是全，一个兵的地外人哎、欸。
快打完他，我要去看我的首播了。哦，好，高速结束。应该还能撞一次吧？不行的，他刚才是红。哦，好。嗨，两只狗狗来啦！要五点了，那我先撤啦。好，拜拜拜。死狗还敢？那反正今天的影片不会有首播啦，因为今天不是轻松生存，所以没有首播。可是像好像这个首播好像无所谓，就没差了。来，我关个麦啊。关麦。好的，我们回来了。啊，罗密，罗密，不会吧？罗密，就这样子了。拜。哎哎，
卢米，哎，卢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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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有点卡，我先离开这个。他一直在闪。你不要太靠近哦，你会死掉哦。真的吗？你说那个地方会死掉吗？那你下去就会死掉了。哎哈。没有，现在手在抖，因为我好冷。好冷？对啊。你那边几度啊？22。22还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抖欸，我是不是老了啊？我觉得你会不会是没吃东西啊？啊？怎么没吃东西？你有吃东西吗？我有吃啊。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手会抖欸，我到底怎么了啊？我全身都在抖欸。你是不是太紧张啊？不是，我是不是快死掉了啊？等一下，我现在。等一下，我等一下。还好吗？没关系吗？我现在用两只，我现在用两只手在握滑鼠。你怎么了？我不知道。克制不了自己的力量。怎么办？又爆发了。你等一下突然失去意识，记得，哎、欸，电话不要先割给我们啦。对啊。我想说，哎、欸，嗯，那到哎。躲在你身上。哎，我的斧头飞出去了，算了，我再做一只。哦，我不要斧头给你啊。我再做就好了，鹅卵石很多。哎呀，被遗弃的斧头。你就拿着吧。为什么有盾牌？哎，防身啊，防身啊，防身、啊。哦哦哦。等一下，他们箭矢射过来的时候，他有东西可以防啊。我想到奇怪，我怎么被推很远？等一下，为什么手会抖成这样？我怕。哎，掉根不见了。啊！你不是刚 Q 给我，你大概不见了，你在干嘛？你还好吗？我想说奇怪，我掉杆嘞。好，没事。不是，我没有东西怎么办？我东西都给他垫了。你在你的头上垫一个方块就好。哦好、啊，不过我方块都给他。打他，把他打下去，米贝打，碎啦！米贝666。打带掉一个，带掉一个吗？对，带了一个。是哎。把团团带下来了。哎呦！有没有勾上去？赶快把人家打下来，那个措手不及。哎、欸，对、欸，可以，我们就这个战术。他敢勾，我们就打他。嗯。哈哈哈！加油！快笑死！有，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杰克在你，杰瑞在你后面哦。你被夹了，你被夹了。啊！哎、啊、呀，开鼠了！喂，开鼠了！喂，好了吗？喂。啊，给你们弄，我不会弄。我也不会，我会砍树。啊，看好，我来。啊！小龟怎么一开始就掉到外面了？欸、啊！哈！好顶！他倒这么远，那我先做一个稿子。好，嗯。其实你做，你给我木棒就好了啦。哎、欸、哎、欸，啊！我丢了，他怎么不见了？哦，在我身上。哎、欸 okay 啊，你做那个铁铲。铁铲。我叠了。好。啊！白痴！哦。怎么了？我叠歪了一格。嗯，没关系，还好。他没在叠了，叠了，他在你屁股后面，他拿到了，来不及，那我们只好把他们杀了，去打他，把他们杀了，啊！我来了，哇，赢了吗？哇，我的队友好棒啊！太神了吧！太神了！真的笑！你说我跟团团一个空拳，一个拿铲子，哎呦喂呀、啊！真的笑死！我没知道，我这白痴啊！我今天被欺。啊！我又摔下来了。他说下来放床啊。开始。好、哦，他掉电梯，他掉电梯。防哦。啊啊！哎、欸，防不住哦。你没有防到吗？我有防啊。防我听到。还是角度关系。那个 TNT 我记得好像不太行。真的吗？如果是恐怖卡，我有记得岩浆。我掉掉。怎样？我捞。哎、欸，没有，差点被岩浆挡了。走。完全没看到，还没看到。
好，他看到了，还没看到，还没看到，还没看到。好，还没，还没，还没。干嘛干嘛 ？OK， 下去一个了。OK， 好，死了一个。好，他进来。他进。他进。他进下去。哎。他自己跳下去，没事没事没事，他有上来，他记在有，他记在有，他记在有，他有他水堵掉，他有那边，让音乐把他水堵掉就好了，没事没事。音乐在堵他，等下，哎，音乐完全，哇哦，哇哦，哇哦，我们两个赢了，有人放那个，放爆炸，爆炸床，爆炸床，他把音乐弄死，然后也是我，是我们两个，对，为什么？哦，想不到那个 YT， YT 这边在吵架，所以我刚刚在顾 YT 这边聊天室，因为我刚刚送团团那边啦。哎，你是不是被团团射了之后就帮他炸别人了？对啊，你是跟团团，原来这是暗号吗？原来团团射我是同队的，我就想说团团为什么要在那边射哈记？他会回血，然后没想到提醒哈记，该炸喽，该炸喽，该动作喽，间谍，该动作了，哈记，你速度之快，我真的都没有反应过来，就砰，汇款的声音，对，砰，一瞬间，哦，小雨你在干嘛？我想去中间，哦，可是我怕我去中间回不来 ，surprise。哇哦！哎哎哎，帮我看一下团团那个什么巧克力他们有没有动作？杀爆！还是爆我一个啊！爆炸床好猛哦！没有可以装啊，就可以给你四个 PB。你要做什么？帽子？我要做盾牌。四个铁锭。铁只要一个啊？五个才行。一个啊，一个啊！你要做盾牌，只要一个就好了。你是要做？哎呀！你要做铁盾是不是？你是在哈喽？换谁了？哎，杰克，我做一把钻石剑给你了。杰克拿去。好。木头。宝宝来了。哎，有人有人。哇哦！抱歉，我跑去看巧克力那一队了。换宝宝他们。哎，宝宝报仇啦！我跑去看巧克力那一队了，抱歉。我放你一点点的。我去找团团他们哦。啊！我也想气。哎、欸，中间被拿走了、哦，被巧克力他们拿走了。我、哦、被拿走了。啊、欸、不！啊！我、哦、这里怎么移动啊？波波，我要死了！你想你？哎、嗯欸，嗯，你嗯你、欸、嗯，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跟我没关系，你就怎么了？你怎么了？起码活着。你怎么也没有你那个，因为我不是在跑那个路吗？嗯，结果你那边炸完之后，你看那个中间空格一个洞，然后我刚好跳从那个洞跳下去。等一下，哦，哎、欸，我今天全部都是自己不小心摔死、欸，哎，我真的是，我怎么办？你好好活下去。哎、欸，另外队打起来，另外队打起来，波波要打起来了。我以为你是要秀啊，没有。哎、欸，这一队好精彩哦，这一队我是湿的，哇，这个还想用 TNT 炸。哦，路明这边捡走了。我这里一直想要岩浆，他们怎么还发呆？这怎么烧到自己了？哇，路明，路明，不会吧？就这样子吗？哎，这边很刺激耶！路明，哎，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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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满头大问号，我到底看了些什么？哎呦，这一场呢，雪地，所以会怎样？水可能会结冰，会有雪宝，会有雪宝，雪宝可以，雪宝可以。还有呢？还有什么？会，你说雪宝162公分哦，会冷。对啊，哎，雪宝跟你一样高哎，对啊，超恐怖哎。床的话是不会爆的哦。哦，刚刚你还是特别的，但是这个就是你的水流都有可能会结成冰块。嗯，冲不到啊，都不会爆，但是水都有可能结冰。哦，这样来了，这样来了，哎，这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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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炸弹，他炸，他炸，他炸，就说没有炸哦，他听不懂哦，不听人讲话呢，他就不听人讲话啊。
床的话是不会爆的哦。这就是不听人讲话呢，气死了！看他的活该被打下去了。啊，他是讲啥啊？不能炸，忘记了。不听人讲话啊！哇！我有听。你到底想干嘛？我忘记了，忘记不能炸。他想睡，不能炸。对，前面炸，前面炸。过来找我们睡觉，我看了就觉得不舒服，直接把你打下去了，气死了。你以为我这么随便的人吗？你看，你不跟我睡觉，被小雨打下去了。公傻。被8.6魔咒给蛊惑了。床的话是不会爆的哦。好啦，那今天先看到这边啦，感谢收看啦。哎、欸，画面都黑了。好啦，那个至于那个版权攻击部分，我再研究看看怎么解决。那我们上7点再见啦，大家拜拜，大家晚安，去吃饭哦，拜拜。